我今晚马上去告，我讲恁母仔拢是狗。 什么时阵我唔叫我买啊？当国栋咧讲的时阵，你敢无听到？你的代志我根本无讲出来，好不好？你拢是借别人的事来讲，莫是讲我唔知影。你知我跟雪莉的关系了后，你就一直想要对付我。最后，给国栋弄破这一切，直接叫我出局。你是来巧的，我就真正要抓你。迄个说话，用我去饭店的时阵，我早有甲代志跳破，好不好？是你家己无做掉嘛？他问你说什么新闻？ 我有重要病，不管你变到铁锈啊，我拢袂讲啥，我若希望讲你会当较好过。嘛希望你会当知影，未来不管啥物接班，大业之下永远拢是咱业界，拢是咱业界。你当作什么？你甲你分咯？外面的查某人死的囝是你嘞，是你来甲我分公家嘞。伫阮兜一大夹带三四十年，无名无分你伫大，讲你无晓谈业界的物件，你是要骗啥？ 都算教我，骨头！伊嘛要吹暖。我今晚马上去告。我讲恁母仔囝拢是狗。当然，私生子坐大位的当然是公众要素。恁妈若是要入业界讲嘛，等后世人。谁考？放假！师傅，师傅，你来找我。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